哎，哎，来，你走。伊袂晓关紧张。哦，火已经走出来了。哦，这阵已经泄露嘛。哎，哇，啊，已经到边仔啦。啊，伊袂晓关。等一下，一起。我们的时候吃饭吃到一半，突然发生瓦斯气爆，现场浓烟密布，然后对，目前有小孩被困在里面，然后我们已经打119了，然后现在里面应该还有一些困在里面的人。